Hello，晚上好，今天已经是星期四了。我一直觉得这样子不好，每天带你们倒数周末，这个很好啊，挺期待的，对不对？老板听到不懂会不会不开心？没关系，这是 life 的部分。不是我们的老板，是你，就是现在在听听的。有些老板会不会觉得，哎呀，你们这样子不可以宣扬打工族文化？你不知道休息就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吗？你知道吗，老板？所以你看，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对、哦，我们的宝宝应该是忙到今天吧？他带的新的节目的主持人应该会到今天吧？下个星期应该就是会放手，让他们去做了。等我去开这个视频，支持一下我们九八八的所有节目哦。哎呀，那哟，文姐也是有跟大家倒数拜四晚安。但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哦，因为在吉打州嘛，所以都是拜五拜六是我的假期，对，周末算是周末，嗯，所以以前哦，星期四就很开心，所以我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有这样子的因素，这样多个日子里面，星期五是我最喜欢的，嗯，我也不，以前的时候的星期五已经开始进去周末假期了，嗯，那现在星期五是准备进入周末假期，还是所有的人在星期五都是特别开心的呢？我们是啦，所以照理来讲，你应该是星期四的时候特别开心才对，那个时候啦。可是对于星期五，那个我小的时候的星期五也很开心啊，我长大的时候星期五也很开心啊，然后星期日就特别不开心的，就好像现在的那种 Monday Blue 呢，没有？对，到现在的星期日我也不是很开心，就是。很多人说星期日可能进入半天之后才会不开心，但是一迈入就已经是不开心。对，其实星期日的时候就开始进入那浅蓝色的那，我基本上不太喜欢在那边安排东西，工作也好啊，聚餐什么我都喜欢在星期六，然后星期日就是会让我开始进入到 emo。可是有一个说法哦，就是如果你有 Monday Blue 的话，就表示其实你对你的这份工作可能没有太多的热忱跟满意度，可能就是有人资深打工族的，哎，打工这件事，对，你像我这样打了十几年，那个热忱嘛，在做的时候我是会好好做的，但我依旧是非常热衷于在期待周末。好了，不要再讲这件事情，好，我们再看一下。平时有你们的陪伴，我们也是很开心的，所以记得哦，要陪伴我们哈，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30到8:00。晚上好，这是什么？来，大家都根据自己想要聊的话题就继续聊。好，我们今天非常的热烈啊，大家讨论，对，投票也很热烈，所以大家继续去投票。如果你还没投，对，希望每一次都可以像这样那么热烈。来，我们倒数啊，2秒，每一天。九八八新闻线，又是给你满满资讯半小时的时候。你好，我是舒婷。你好，我是湘君。当然，九八八今天也宣布了一个好消息，耶耶耶！我们又有新的演唱会登场了。我的 reminder 就在 set 好了，这样就是比小什么眼泪小心，一吻冰冰冻冻。这个是第一个让我想起就是杨千嬅的演唱会啦。没错，会在10月7号的时候登场。当然，这个开票日期也已经定下了，就在下个星期四20号的2点开票，起来 ，mark 起来。对，地点就在云顶云星剧场哦。新闻主线 ，JCOM 修改惹争议的这个伙食消费图，他们就说：“哎呀，之前讲错了。”扎西说，年花620亿令吉啊，如果是在依赖进口粮食的话，恐怕国家会破产。政府呢是要计划拟定新法令来对付炒作3R课题的人士，预计会走民事程序来罚款。总警长说，卢爱璇已经落网了，捉到刘特佐是迟早的事。一马公司 OneMDB 案件的关键人物刘特佐逃亡多年，一直都是下落不明的，还不知道他在哪里。全国警察总长拉扎鲁丁强调，警方不曾停止追查刘特佐的行踪，迟早会把他
逮捕归案的。那拉扎鲁丁在记者会上说，警方既然有能力把一马公司 1MDB 的前法律顾问兼集团的策略执行董事卢爱璇逮捕归案，那逮捕刘特佐其实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他说警方目前是以失信罪来调查卢爱璇，警方会配合其他的机构，例如反贪污委员会的要求，看卢爱璇是作为证人还是被指控的对象。警方同时也会向证券监督委员会核查，以确认卢爱璇是不是被通缉的。那拉扎鲁丁他同时也证实说，卢爱璇是在这个月7号协同他的律师去到金马警区总部向警方自首之后呢被逮捕的。那考量到对方的人身安全，所以警方不会透露更多有关他落网的消息，同时也不会对外公开案件的调查进展，还有过多的去描述案件的内容，避免走落风声。另一方面，卢爱璇他通过代表律师有发文告说，他自己是向大马当局自首之后被逮捕被严扣，那现在呢是被拘留的。他的律师就说，卢爱璇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配合相关执法机构去调查 1MDB 的案件，协助马来西亚警方还有政府呢加快资产追讨工作。而他自己也是非常期待可以尽快跟家人团聚，也是会在适当的时候呢透露自己离开马来西亚这一些年的情况是怎样。当然说到 1MDB 的话，很容易让人家联想起另外一名案件的关键人物，那就是我国的前首相纳吉。那纳吉呢现在因为 SRC 案件而在监狱服刑嘛，他的支持者依然是相信他是无辜的，而且还扬言如果纳吉没有获得伸张正义，那么会有30万名纳吉的支持者在来届的六州选举不会投给国政，而是会支持国盟。马来西亚民族团结协会主席塞穆哈莫伊兰指出，巫统没有重视纳吉，也没有替他伸张正义。那如今呢，该协会就警告巫统啊，如果是忽视纳吉的话，国盟会在这一次的选举中胜出的。哇，针对这个纳吉支持者放的狠话，巫统党主席阿莫扎谢他就说，巫统呢还在努力的为他们的前主席纳吉去要伸张正义，为他讨回公道。扎西还说呢，之前见到纳吉的时候，对方也亲自劝告他不能够被党外的其他人玩弄的政治把戏来影响。所以扎西他就强调，巫统真的是正在努力为纳吉伸张正义，而且他也是否认说啊这一批人会转向支持国盟这样子。OK， 那毕竟呢六州选举的脚步已经越来越靠近了嘛，所以看到呢有很多的话题都有引起讨论，包括涉及3R 种族、宗教和王室的课题也是不断的被提起。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的首相署部长阿莎丽娜说，政府正在制定新的法案，以民事程序来处理3R 课题。他说这项法案呢可能会被称为国家级民族法令，类似新加坡的种族和谐法令，法令会更适用于我国当前现在的这个情况。阿莎丽娜说，目前任何涉及3R 课题的违法行为呢都是援引1848年煽动法令展开调查，但是其实这项法令呢更偏向于犯罪的要素，导致整个起诉过程是很漫长而且很繁琐很花时间的。政府因此需要一项新的法案来处理相关的 3R 课题，新的法令肯定是具有惩罚性质的，意味着如果是有违法的话就会被罚款。那另一方面，看到全国警察总长拉扎鲁丁他就说，警方在今年3月27号到现在啊这几个月的时间，一共针对 3R 课题开了61个调查档案，受调查的政治人物就包括了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民主行动党主席林冠英，还有前首相多马哈迪等等。警方也同时成立一个包括了21名警官的 3R 课题特别调查小组来调查这些案件。那他也是有证实，警方已经开档调查吉打州看守大臣沙努西最近发表的种族主义言论，还有就是涉及侮辱雪州苏丹的言论，警方就会加速整个调查过程，在7天里面要完成调查报告，然后会提呈给副检察司那边去定夺下一步该怎么去做的。确实哈，沙努西呢最近真的是频频祸从口出啊，很难忍啊，我就觉得他就是没有办法管住，而且他说的话可能很多人都不认同的。那话说他日前呢在雪州的士莱央一场讲座会上，哎，又口不择言了。那根据网上所流传的
的视频。沙努西在讲座会呢是不断的去称赞吉打苏丹伟大，看大臣就知道了，绝对不会委任没有素质的大臣，例如阿米鲁丁啊，他是这样讲的啊。这番言论呢就有侮辱雪州苏丹的嫌疑了，似乎在影射雪州苏丹任命一名没有能力的雪州大臣。之后呢，雪州公正党青年团也已经针对他的言论报案了。那另外一个有参与周旋的州属就是槟城了哈，我们来看一下槟城最近呢就是掀起了换首长的疑云。民政党书记主席胡栋强他日前就爆料说，曹官友不会连任槟州首长的职务，而是会改为行动党书记主席戈宾新来接任，而行动党全国主席林冠英就会成为槟州的副首长来辅佐戈宾新。至于曹官友呢，他就会被安排去到就是上京了，所谓是上京成为这个财政部副部长啊，这个就是他的爆料。那不过呢，林冠英今天就驳斥了，他说自己会在下一届槟州政府当中担任副首长的这一个推测，这一番话根本就是谣言。林冠英他也是巴彦区的国会议员，他今天发表文告说，民政党书记主席的文告显然是一个谎言，还有假消息。行动党高层从来没有讨论过要委任他成为下一届槟州副首席部长。哎，看来呢，这个槟州首长人选还是一个未知数了哈。这个课题呢也是继续发酵的。槟州华人大会堂打出了维护槟华社区权益华人有责这样的一个口号，那号召呢在明天的时候要举行一场支持华裔继续担任槟州首长的发布会。根据这个邀请函，这项发布会会在明天上午十点在耶角街的槟华堂大厦举行，而且他呼吁呢各社团的组织可以派出至少两位代表来支持这项活动。988新闻线现在 vote。好啦，今天的现在 vote 呢，我们就是要问你有关于刚刚阿莎丽娜提到的那个课题，就是说用罚款对付炒作种族、宗教和王室课题的人，你认为应该怎么做呢？好，两个选项哦，点选 love 呢就表示可以啦哈，这个罚款呢要够重才重到这个丧失议员的资格。另外点选哈哈呢就表示行不通，要判坐牢才能够有效的阻吓。两个选项去到988的脸书点选投票。当然今天的这个在现在 Word 的帖子底下也看到很多人留言，非常积极的留言。不过提醒哦，即便不是政治人物，你自己在谈论三R课题的时候也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要不然当局会找你麻烦。蔡健雅的这首歌别找我麻烦。追谁了吗？这个好好听，我好喜欢这首歌。好吧，我听歌来。为什么刚刚会有哦，歌太长了。不是不是，我刚才想为什么会有这个。可以啊，你不能听了。嗨呀，来，我做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对对对，再给你来。现在真的很多人投。你觉得等下我们有时间去念啊那个 top 的那个留言吗？有的话就念咯，我还看到你留言说有些留言你要念。对啊，所以我就说一定要念。所以我在想说不然现在念，不然就等一下。OK 啦，可以的，你就履行你的承诺。一句话的时间很快。可以没有问题。一定可以。哎，晚上好晚上好，谢谢大家参与我们现在在 live 底下的留言哈。哦，有人问，诶，难道戈宾新是要从雪州回到槟城吗？好，这个我们也是不知道的，所以就要等宣布。因为之前的分析是说他是有那个资格的，因为他到现在依然是槟城的选民。对，如果想要知道确切的话，可以等到7月29号就是提名日那一天啦哈，肯定会有答案了。当然陆续呢，我觉得各政党也是开始准备这个看看派谁上阵的这样一个阵容，名单要出来了。对，名单也要出来了，毕竟我们七月底就已经是提名日了，没得再出了。4-1 OK， 来，六州选民也记得要开始安排你们的时间哦，8月12号那天就回去投票吧。就像我们的冠贤，即便那一天要在雪龙这边工作，他还是会挪一点时间回到槟城去投票的。他是说想要体验一下
对啊，毕竟他真的没有体验过，你知道他是媒体哦。如果你是在外州，就一直都是邮寄选票，对，邮寄选民，对他只能做邮寄选民。因为我们家诚信主播也是把地址换过来了，应该只剩下就是冠贤，冠贤对，嗯，张红是。张宏他应该也可以申请吧，可是他上一次好像是就张宏是哪里人那个柔佛、那个、啊哦柔佛的对对对对，因为 也不关事嘛，可是上一次他好像就是哎好我们不要自己聊天打击来看一下大家文件啊，文件你的三 R 也是嗯好幽默哈 reduce reduce recycle、这个是真的，就是我们在环保的路上他们有提出三 R 或者是四 R 五 R，只是希望这个 R 更早之前就有了，我们现在这个新的三 R 不一样的三 R 啊。现在讲的三 R 就是种族、宗教跟王室。嗯，因为最近周选嘛，所以可能很多政治人物会利用这样的一个课题去打击对手。你觉得呢？好了，有想要留言发表意见的可以继续。没错。来，记得啊，记得把下个星期四7月20号的时间 mark 下来啊，我们一起抢票。我们也是要抢票的，不要再问我们有没有票啊。跳得很快耶，突然间从那个 mark 起来。还有一点时间。哦、我想 mark 起来应该回想投票，哎，那个日期不对，哎，都要 mark。 你看我们的那个可能都很满了。来，还有四秒哦，准备。988新闻线，晚上7:43，你好，我是舒婷。你好，我是湘君。下一段呢，就要跟你聊一堆钱有关的课题了，还有食物。对，钱跟食物。那看到说呢，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阿莫扎西现在就说，我国粮食进口额已经达到了620亿令吉。如果呢，我们再继续依赖粮食进口的话，其实我们国家可能会面临破产的。他说，所以为了减少粮食进口，我国是需要生产本地的农产品，而这就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了。不过像是大葱啊、谷粮、玉薯、薯黄豆等等，都是我国没有办法商业型生产的农产品，所以呢，这些可能还是要依赖进口的。那说到粮食了哈，问一下你还是没有算过每一个月你的伙食开销是多少钱呢？社区通讯局 JCOM 他日前就在脸书张贴了一张伙食消费图，哇，这一张图就引发很大的争议、争议之后呢，这个图又在修改之后，网民依然是不买单的。这个新的图表就可以看到说，一家四口的每一个月厨房食材的开销是397令吉80仙，一家四口啊，四口啊。如果是单身人士的话呢，就是234令吉60仙的，也就是说一家四口平均每个星期花费大约100令吉。单身人士的话，就是每个星期花费大约58令吉。这个旧的图表原本是有一个月收入1500令吉的这个字样，不过后来就删除了。不管怎样了，很多网民都觉得 JCOM 的计算并不合理，而且只是涵盖6种必需品的价格。这6种就是肉鸡、白米、石油、鸡蛋、面包，还有这个煤气桶。 JCOM 的总监后来就是他叫莫哈莫阿古斯，他后来就解释这张图确实引起了一些误会，但他说这并不是家庭或是个人的每个月开销，主要是因为他说之前有媒体报道这六种食品的价格已经大幅上涨，从每个月200令吉增加到500令吉，所以呢 JCOM 的团队就决定说啊，我们就用这6种食品就是这个标价来计算一下，就把它拿来跟毫无根据的涨价指控来做一个比较，就让你看清楚其实没有那个大幅度涨价这件事情。那这项计算呢，仅限于受政府管制还有补贴的基本用品，刚刚提到的那6个，对，是没有考量其他的必需品，像是鱼啊、蔬菜，这些都没有。那网民还是就是刚刚讲嘛，不买单。他们有的人就反问，这是哪个星球的计算方式？还有的人就觉得很不合理，因为没有包括洋葱、大蒜、辣椒、蔬菜、糖啊、水果等等的价格，所以反正就是觉得说这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价码的计算方式，反正就是不对的。好，不知道你自己本身又觉得 JCOM 的解释合不合理呢？不管怎样，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部长呢还是很努力做事的。看到经济部长拉菲兹他提出了一项新的制度，就是渐进式薪金制度。不过大马雇主联合会 MEF 主席赛虎先就抨击了拉菲兹，说其实这并不是经济部所要管辖的范围，人力资源部才是，因为他们更了解业界的需求。
求。他也说 MEF 到现在其实都没有看到经济部提出任何专注于改善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品质的具体计划。他也提醒拉菲兹应该要考虑到，在任何的经济体当中，其实市场是决定了劳动力的价格，所以呢，全球的行业一直以来都是依赖市场数据来决定这个薪资和福利的。所以如果政府是强制的去推行渐进式薪金制度，那么政府就应该要提供这些伤者业者补贴金或者是拨款的。那另外看到大马厂商联合会主席苏天来，他就告诉南洋商报，政府不能够仓促的决定还有实施渐进式薪金制度，必须要跟所有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接触，然后再进行成本效益的分析。他说，我国从2022年，就是去年的5月1号开始实施最低薪金制，基本薪资马上增加了25%到36%，这对于整体薪资成本产生一个很大很大的连锁反应。在他们去年的一项调查发现，85%的受访者面对生产成本增加的情况，而劳动力的成本呢，是导致成本上扬的第二大因素。好了，换个焦点，同样也是跟钱的课题有关的。看到呢，地方政府发展部长尼可敏今天就宣布了一项好消息，就是内阁已经通过了拨款议案，为全国16062个乡镇和新村发放总额8031万令吉的特别拨款，而当中呢，共有613个新村受惠，今年新村共获得1亿706万令吉的拨款哦，算是史上最高。而这笔数目当中呢，就有包括了新村的额外一次性拨款，就有306万5千令吉，是用来社区活动基金的。那他说，这显示了首相安华领导下的大团结政府，秉持着开明多元的施政理念，不分种族、不分宗教的公平对待各族，这其实也符合昌明大马的核心价值。其实，带你来关心一则社会悲剧。在马六甲，有一名56岁的母亲，她相信是患有忧郁症，她疑似想要杀死自己26岁的自闭症儿子，在一起寻死。但这名母亲刺伤儿子之后，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起悲剧发生在马六甲哥打拉沙马纳花园，死者有2名孩子，大儿子在外地工作，他和患有自闭症的小儿子住在一起。死者曾经带着他的小儿子一起去参加慈济行列，成为一名志工。那他曾经拍摄视频的时候就说到，自己一直面对家庭问题，他加入大爱妈妈成长班的活动后，就慢慢打开了心房，而他的自闭症的儿子也是有通过活动学习慢慢独立的。那根据死者家属就说，死者曾经担任幼儿园的这个老师，不久之前也似乎面对很大的压力。死者的小儿子是在受伤之后呢，当时就打电话向外婆求救，才揭发了这起悲剧，而警方已经把这个案件列为猝死案处理。社区牵线，今天的社区牵线呢，就带你去到彭亨啊哈，这起事件哇哦，竟然动到了太岁头上了。说的是有网卖平台竟然公然贩售彭亨王室的勋衔。彭亨州总警长说呢，警方接获了彭亨王室，就是他们亲自投报啊，指有人在没有获得预准之下，在社交媒体贩卖彭亨王室的勋章还有车牌徽章。那初步调查发现呢，整套售价只是1000令吉而已。他提醒民众，没有经过许可是不可以在你的车辆安装或者是展示彭亨州王室的徽章，换言之，你买了其实你也不能用，如果有的话呢，你一定要把它拿下来啊。而警方呢，目前是援引法令去调查这一起案件的，违反者可以被判不少于25万令吉，以及不超过50万令吉，或者是监禁不少于1年，不超过5年，或者是两者兼施。现在 vote。不要以为好玩就买来做个纪念，真的是违法的。好，那我们今天的现在 vote 问的话题就是呢，用罚款来对付炒作种族、宗教和王室课题的人士，你是觉得怎么看这件事情的？有80%的朋友认为说行不通的啦，要判坐牢才能够有阻吓的效用。另外20%的朋友认为说，哎，可行的，罚款要够重。重到丧失议员的资格就是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看到很多人的留言还是觉得，因为是议员嘛，他们可能有一笔资金的，他们可能这个薪资也比较高，所以有能力应对罚款，所以呢还是觉得这个坐牢比较有效的，不少人是这样认为。我们来看一下988早班 DJ 易杰呢，他就留言说不如判社会服务令，背后挂着我炒作32课题，我知错了，然后去倒垃圾啊洗厕所啊，公开直播留证据，可能对于政治人物来说反而是
一种组合，对，他们的脸面可能比较重要。看到易杰的这个回应呢，诶，坤用也是有类似的想法，他说来个社会服务令是最好的了。感谢你们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在 Word， 希望每个星期的现在 Word 都可以那么踊跃参与了，每一天每一天对每一天，明天还有哦，记得、对，我是舒婷，我是湘君，所以明天我们继续聊咯。